哇，好累。我想要小吃一顿，你醒来自己打给我。看完了，你怎么了？何雨珍，你为什么把手没裹成这个样子？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失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在纽约答应过我要照顾她，你忘了？爽妹现在这个状况，是因为她一开始不愿意接受治疗，她坚持要生下宝宝。不然他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躺那也是应该的？我没有这样讲啊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大家都已经尽力了，陈叔至少现在的生命真相是稳定的吧？尽力，尽力谈恋爱。嗨，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啊？你为什么要把他扯进来？关他什么事啊？啊？先冷静一下。到吧，不要管。你回来找我麻烦的是不是啊？慧子。如果你有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可以先跟我说吗？好，你能解决，你去解决，你去解决。爽妹我没办法解决，但我该做的事情我做完了。你呢？每次什么事情都是我最后才知道，你们到底凭什么？什么事情让你最后知道了？爽妹得脑癌啊，何大医生，你知道了，然后嘞？你这有病是不是啊？我陈教头，开药给你吃啊！好了啦。希望现在躺在里面的是。